请成员先利用桌面上的瓶子进行尝试，能否一秒变形。将70度的热水倒入瓶中约1/4的位置，1/4啊，约这个位置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到了，试一试。来，瓶子是冷水还是热水？冷的之后，它的呜，它之后就是呜呜，这是热水，加70度左右，使劲摇晃瓶子，充分加热。不是往死摇那种，往死了摇，对，就早上甩管那种。啊，想起来了。摇晃20秒左右，将瓶中的水倒掉，然后拧紧瓶盖，将空瓶放入常温的水中。变形，变了吗？变了吗？你是粘的吗？粘没粘呢？刚才不是走的时候带了，但我没有把它摁瘪，这下是粘的吗？这下是我摁的，这俩都是粘的。不是上面这下是我的，变了吗？肯定变了。但我现在有一个疑问，因为他下来那下他摁了。我们再来一口。5 4 3 2 1，好，盖儿打开，到了。摁进去，你别捏了。我没有动，你看，你别摁。手重，手别重。你捏了吗？没摁。变形了。你们俩还有谁不信的？再做最后一个。信。你好像不信，我感觉。我不信也来。不信你来一下。差不多了。变形了，已经在变形了，你看。还是空气呗。还是力，也有可能是里面的热气儿，就是它是不是热胀冷缩我不知道，但它肯定跟热或者冷有关系。那到底是什么原理啊？咱能大铁桶吧，咱看看到底谁发力了。大的我就应该原理也是相同吧。请用坚固的铁桶进行实验，能否一秒变形。在哪？那个铁桶。请成员将铁桶放置在灶台上，将铁桶中灌入水，然后点火烧铁桶。先生火吧。我们要干嘛？搭个灶台。搭个灶台。跟这儿跟这儿搭灶台啊。其实就俩架子放那。行，灶台完成了。然后把火的支给你，给我吧。稍微空一点，别搭死，搭死它不着。咱先试着把桶放下。来，1 2 3。很沉吗？不沉。没事。那你1 2 3。桶得这么放吧，对吧？下面堆木材，对吧？对。第二步干嘛？不知道，看实验手册。我问一下，刚才我们在前面是不是有个桌子？是。桌子哪儿去了？哎！但是实验手册在桌子上呢，对吧？这也是一个实验是吗？就是转头回来，桌子不见了。就是铁桶放灶台上，去第一步放了，灌水啊，现在还没灌水，灌水后点燃啊、哦，水在这，就拿这个往里放是吧？放5桶这个水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哇，这好像打酱油啊。2 3 4。行了，就点火了，玩火尿炕，没有炕了，太好，再也不怕玩火尿炕了。引吗？行吗？着了吗？着了。